练功的话，你如果不知道火候，火候决定要什么？决定要时间。时间，植物乃进退之梯了。哦，引申为起伏之兆，卯酉乃出入之门，什么意思啊？辰跟巳有前行之妙，戌亥太极归藏，这什么意思？这只是开始哦，这里面还有行火、行水，你一年有春夏秋冬。行养生，这个五行啊，就是金木水火土，我们这人体里面有五行哦，你的肺属金，你的肾属水，还有你的肝属木。那我们来到分成不同的季节，春夏秋冬，还有身体不同的身体的状况。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西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东方的气，这是在早上，东方的气叫做子气，北方壬癸水，这个是在北方的气，这可以补充你的二元人类功力。那为什么人会得病？得肝病，就是你每天都瞪着一个东西在看，然后郁就直的目不转睛，在忙。那你就得肝病，所以他这样放。所以你要练这个胆经跟肝经的时候，就要疏肝解一下，身体要动。这个是春天的话，我们对你的肝经，然后做完以后，第一个是肝经，好，仙人传药不传火了。火候难输于主薄，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火候？火候是你练功之后，你火候不够，你没有火候嘛，没有火候啊，那东西没有煮熟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练功，有的是练到走火，走火什么意思？就练到没有练到这个精神不大正常，练到心理的有点变态，练到情绪乱掉了。好多啊，你注意看，你练什么功了一样，练健身啊，练什么，练到最后就是对，像疯狗了。我讲不好意思哈，那叫什么？就是走火，走火就是说。蛮练蛮练，那你蛮练，你知道蛮练练到最后，你身体未见其意，先见其害。那有的是火候不够，两三下你动那两三下，你打那两三下拳，他们作假。有的气功里面都很多都作假，那你知道没有火候嘛？所以说现在什么叫火候？那我们不是说你要练到说哇我好厉害，那个我可以天下无敌，不是，你要练到性命双修，身心灵健全的。那来你注意看后面这里哈。我今天要谈到是什么？道家的这种修炼法哈，他不是我们说老师，我现在都医学呀、生理学呀，你看我们这很科学呀，科学啊，科学是人用时间跟生命去换出来的啦。好，那这种科学我们常常讲的是 science is opinion， 就是说你科学就是用人的生命跟时间去把它验证出来，你才得到一点经验的。所以你现在很多人疫苗打到最后还是有副作用啊，你不知道啊。拿出来有的像有的还没有做实验就拿来打人的也有啊。好，那你这种很多同学跟我说，老师只有一个呼吸哦，他说我吸气把它吸到丹田，要吸得很深，然后吸到肚子要鼓大一点，你看那网络一打开吸的肚子鼓得很大，跟你讲不好意思哦，呼吸不是气啦，道经有句话说呼吸不是气，玄牝之门少人知，什么意思？你呼吸不是鼻孔在呼吸呢，你练到境界高的话，连头顶吸每一个毛孔都会呼吸耶。但有时候你乱呼乱吸的话，吸到的是一些不好的气，当然你走火啊。那有的练到，你吸到晦气啊，把不好的气吸到你身体里面来。那所以你看那个怎么逆呼吸收腹提肛？你收腹提肛，但肛里面是大便呐、这大肠里面的大便有啊，也有这种练法，这种练法叫以毒攻毒法，大肠里面有好菌啊。有的还把那个好的身体健康人的大便拿出来给身体不好的人用，那个在医学上有这个，因为大肠里面是细菌最多的地方，有好身体好的是好菌，你不好的是很臭，里面是不好的菌。好，那呼吸怎么练呢？只有一个呼吸，像有的很多练过啊，有的乱练，真的是乱练，那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吸气，提肛收腹。你一提肛收腹，马上上火，马上心脏跳快，头马上痛。有高血压的，你练看看。好，那有的说，我吸气把肚子鼓大一点，一个葫芦肚。什么叫葫芦肚啊？因为你搞不清楚，你看书上都是吸气把肚子鼓大，吐气把它缩小。那这叫练气功啊，这叫呼吸哦。你练到只要一壶臭水，你肚子变大，然后把这个带脉整个空散掉。那个我上个礼拜回洛杉矶哈，来了一位，他是华侨，但是他不会讲中文。他也是练了一种什么气功啊，那来的时候，
他说老师，我要跟你练 Iron Crunch。好，我看到哇，肚子这么大。他说我有练过气功，他有那个哦，因为他的老师教他在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在中国很有名的那个大师啊，哦。然后我说你呼吸好像做错了，所以肚子变那么大了。那我就是这样 inhale exhale 就是这样练啊，啊，那就是错了嘛，就是错了嘛。然后说，different 怎么你的呼吸怎么跟我们以前练的不一样？还有我就是不一样啊，还有我就是不一样啊。你要搞清楚呢。所以有的还有同学怎么讲？那个医生也在教气功，你知道吗？医生也教完再来呼吸啊。哦，你要这样呼吸，这样吸气。他说，啊，老师他讲的也不对啊。我告诉你啊，有的医生很有德，那有的是讲不好的事哦。臭屁，臭屁，你知道吗？台湾话讲的臭屁是什么？你不懂，然后你们装懂，然后你医生讲了，医生好几科呢，医生里面从头到尾有几十科呢，医生到他有经验的时候，以前有没有弄挖多少人呐，啊？你几要开刀弄死，有讲话是，有的没有得了已经弄死很多人，他才有经验呢。医生是好的，是他救人的，但是你不要跨你的业界嘛，你不要跨出你的那个范围嘛，你没有练，你搞不清楚。什么你也叫那呼吸啊？那有的搞不清楚，医生叫你气功啊？你们搞清楚，所以我在开玩笑说这个人哦，有时候你头脑简单了，啊。我跟你讲不好意思，我练了六十几年了，啊，我练到现在才一点点而已呢。我才这么一点点，才很多学生不嫌弃，一直跟着老师。好，你看哦，道家的养生哦，不管你做什么运动都一样。你就在越做运动，你每天都在跑啊，这边练啊，我告诉你，真的老牛拖车了，对你没有好处了。我跟你讲，不好意思，现在时间跟空间跟以前不一样，空气不好哦，整个宇宙的磁场都乱掉，所以很多人那个，尤其到第九运的，我讲过了，到九离的时候，眼睛像疯狗，看到人就要打人。有人说老师，我们要练健康啊，练武功干什么？武功是要给你防身的。我为什么教你要做一些防身的动作？不是叫你去打人，不是叫你去乱来。因为到第九运的时候，天下大乱。我跟你讲，不好意思，很多那个九离咒眼睛还有心脏，那个人你看像疯狗，因为大家要看网络啊，看了有没有？他就好了不多，不好了一堆。然后每个人那个脑部里面的那个大脑那个磁场都乱掉，而且整个磁场乱了，哦，还有很热，所以这个人的讲话神经变成一堆了。还有同学，我跟他讲说，现在人多的地方你不能去，还有说瀑布灌顶你不能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第八运的时候。是艮土的末端的时候会怎样？第八运的艮是最小的孩子，所以你现在这种流感、这感冒生病的都是小孩子。再来山崩地裂，所以你看人一下子崩下来，人多的地方崩下来，一死就100多个。哦，所以有的同学说哪有这回事？不像你试看看，到第八运的尾巴，今年是2022年到23年是八艮要交，到24的时候就23的。尾巴就是要交九离，这个段时间很多这种山崩地裂，崩了是什么地震，还有人多的地方一堆都下来，哦，那有的人不相信，不相信你试看看嘛。所以你注意看最近很多，哦，一聚会几万人一下来死100多人，哦，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好，那这个道家的东西在讲什么？你不管做什么运动，你一定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什么？玄牝，玄牝就是说。以前是讲玄牝什么？讲经络嘛，讲窍门嘛，讲穴道，讲窍由浅而深嘛。现在讲什么？讲肌肉骨头嘛，讲你的那个没有？你运动的时候，我要练哪一块肌肉，哪一块肌肉嘛。哦，所以这叫玄牝嘛。玄牝就是说有软的有硬的。哦，像你瑜伽术的话，你要把那个筋练软，就是练筋练这个。有的地方要软，那有的肌肉地方要硬。那你身体有病的人是该软的不软，该硬的不硬啊。你听懂吗？两个筋硬的硬邦邦摸不到地。哦，那身体硬邦邦，那个筋都，那膀胱筋都硬掉了，然后那个大腿的股四头肌都松掉了，你就颠倒嘛。那健康的人是大腿股四头肌那个地方肌肉该硬的地方很强壮，那软的地方是很软，然后他身体健康嘛。所以这叫玄牝，玄就是阳，牝就是阴，叫做玄牝。那我们中文讲的是什么？玄就是什么？他说呼吸不是气，玄牝之门少人的。玄牝是什么？阴阳气进来的地方，阳气进来。跟阴气、阴阳接的，跟通地通气，哦，天阳地阴，跟天地里面能量沟通的这叫玄牝。那男女的话就是生殖器嘛，你玄就是公牛的生殖牝，啊，牝就是母牛的生殖器嘛，哦，这两个就是阴阳嘛。那很多人这个搞不清楚啊，我讲不好意思，什么叫玄牝之门少人知？你这个中国体进去，
两寸三寸哦，它从这个明堂进去两寸是洞房，再来三寸呢是太乙流珠，是什么意思的？它这个脑松果体里面它是九针，你不要以为这是在讲好听的嘞，它这九个部位里面，它一层一层的进去，你的人的境界一直在提高，一直在提高。那我们一般看说，哎，百会啊，善终啊，气海啊，那个叫做表皮的外窍，那窍中有窍，在往内啊，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我任督二脉我通了，老师你要教我这个，我要任督二脉，任督二脉你不是可以随便通的呢，因为这个任督二脉跟这个三丹田就是要能量转换，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你从这个人体的精虫，我们曾讲过了嘛，内功是什么重点？把你的精虫先守住，还有你不要射，不要乱射，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守住，还有能够造出精虫，哦，那你阳痿的人就老了嘛，那你把精气转回来就流利嘛，你身体就充满力量，你不会老化。那再来再更上一层要疗手，你就看到光嘛。啊，如果你没有这个阶段，你马上要看光啊，你就走火嘛，很简单呐、啊。怎么讲？不好意思，你就变成心理变态，好多叫走火，因为你要看这个光，然后要去想什么，你想不到，因为你身体里面没有那种能量。所以这个弦病的意思就是说，它从表皮哦一层一层进去，任督二脉不是说你一下子可以走到头顶，它要转换、转换、转换，能量一直要转换，然后才能够为什么九转？就好像你那个一直在过滤，一直在 recycle， 一直 recycle 干净才可以到头呢。不然你看我都练一练，那为什么会你看眼睛两个像疯狗，然后讲话就有一点讲不好事，你就有两分力量讲，就讲自大狂好多。好，那再来说什么药物？药物什么？你人体的哦，我们人的口水、你的精液、你的精液，有没有七种药？我们讲过七品丹药。金透血水晶叫五色丹药，哦，五色就是你的血液是红色，你的精虫是白色的，你的胆汁是绿色的，哦，它从这排下来，所以你健康人，他也不会胆结石啊，也不会高血压啊，哦，有没有阳痿啊，有没有糖尿病啊，哦，很正常的，这个叫五色丹药，好，这叫下品药。那下品药后面精气要跑，精会跑掉啊，你懂得把它练起来，叫炼精化气，中品药。那练气化神上品药，如果你练气能够化到神的话，你大概不会生病的啦。好，那我们一般人是怎样？为什么在我上次参同气里面在讲这个三宝，讲耳朵、眼睛、鼻子，讲这个做什么？哦，眼耳口，哦，眼睛、耳朵、口的精、气、神，就在这个，你住在肉嘛。所以说，身中自有长生药，只是还不忘法宝。什么意思？你身体有药啊，你自有自体免疫系统啊。我们一般都说我来吃药啊，我不行的话，我吃这个药，吃这个药。你吃到最后是雪上加霜啊，红药三分毒，不管你中药西药都一样，都一样啊。那你要吃寒性的就吃太多不行，吃热性的吃补气的，就高血压你吃人参你就高血压就上来，你也不能乱吃啊。哦，那只有用你自己的本身的自己的药来治你身体的病。那有的时候说天方夜谭，那老祖先已经几千年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药嘛，药物，什么叫药物？你有嘛，但是为什么有的同学上次讲那个打手枪，那个就很多人反应，因为现在人都是你不懂嘛，年轻小孩子每天就把它弄到最后，你以后那我们上次讲的少年美好学假浪家营，就是你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假不好是你就不像样嘛，你是你自己搞出来的，有没有？那你要去找医生找什么啊？读书也读不来，然后头脑也不清楚，你怎么比？你出去你比人家，比体力，比力量，比头脑，比什么？你弄输人家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能量弄掉了嘛。哦，所以这个都要搞清楚。好，再来，什么叫做火候？火候是什么意思？好，你知道说我把那个咸品都准备好了，水垢也好了，碘也好了，卤也好了，菜也买好了，药物就菜嘛，哦，鸡啊、鸭啊、鱼啊，都什么都有了，你怎么煮啊？我请问你怎么煮？就好像说我来运动啊，我每天都是去推举重啊，哦啊，你去练啊，我要练肌肉，你练看看。你有的人你不能像我的时候往外一直推，有人身体虚的人你有气血的问题，有人是不能往外推太多，那有人要不能往内拉太多。哦，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是喉后，那你呼气，哎，有长有短的。你做跑步，慢跑的、长跑的、快跑的，你做举重，你做跳高，你做跳，你打拳的，都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重量训练，我举一个例子，你重量训练拿到这里，你也可以慢慢推，也可以哼这样出去，也可以把很重的推看看，那个都不一样哎，那叫喉后了。
听懂吗？比如说我可以拿100斤嘛，也可以拿300斤嘛。那我100斤就拿一下，我300斤你也可以拿，有人有力的话拿两三下，你没有那个动力你拿不起来嘛。好，那有的什么50斤我可以拿20-30下，有的50斤你一下而已嘛，这叫肌耐力，还有爆发力，所以这叫火候。所以你看，他跑快跑的时候，或者打拳击的时候，他喷气啊，或者打拳的时候，哼，他发劲啊，他声音要发出来啊，就讲火候。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人是搞不清楚，他就是我练啊，你练功的话，你如果不知道火候，火候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时间，时间长短，你听懂吗？时间的长短，还有你的速度的快慢，那现在是运动的话，就是你重量的轻重，还有你这个里面远近跳的远跟近，你的爆发力跟你的力量，这个叫做决定火候。那时间最重要，因为时间你多少时间能发出多少力量，那时间讲什么？在禅宗系里面讲，一天分作12尘，地上用作炼丹尘，不知阴阳造化理，盲目炼丹当不成。所以你看这个12个时辰里面，你看到后面这里，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哎呀。子午流注，亥交子胆丑干通，会寅大卯未成功。那个身旁有序，心包序，那知道哇，什么时间走到哪里？但是还有更深入进去的，你知道这有，你知道火候用12时辰怎么立？中国气功殿用天干地支跟12时辰的话，厉害了，就厉害了。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甲是什么？你甲是胆，乙是肝，甲日炼胆，乙日炼肝。这个你。普通你还用不到天干，一般用地支。那地支的话，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吃饭什么，那是简单的。更深入的话，有行火、行水。那我们简单跟你讲一下这里。这时辰里面，他说子午乃进退之梯了。引申为起伏之兆，卯酉乃出入之门，什么意思啊？辰跟巳有前行之妙，戌亥太极归藏，这什么意思？这只是开始哦，这里面还有行火、行水，你一年有春夏秋冬，一年一样有春夏秋冬哦。所以什么叫做子午乃进退之地？因为子时一阳生，丑时二阳生，午未生有序，亥时的时候，亥是六阴藏阳，它是开始要慢慢又要起来，所以他说子午乃进退之地。午时的时候是藏阴，有时候打坐，你打坐怎么知道叫做进火跟退火？因为你要有免疫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你要搞清楚啊！你要口水，还有人体会不怕冷哦。那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就打喷嚏，然后鼻涕就一直流，那你当然你的人体越来越糟糕嘛。所以这个进退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进怎么退，怎么进怎么退，这是叫子午叫做进退哦，进退之门呐、啊。这个隐身是几点？晚上的3点到5点，还有下午的3点到5点。他说练甲跟练庚什么意思？男练甲，你练庚啊，什么意思啊？进退是他会举阳啊，男孩子会举阳，女孩子有月经，还有这个桃红，人体有一个高低潮，所以隐身就是3点到5点叫做隐，这是叫隐时。那子会开天，丑会辟地，隐会生人。你看男孩子正常人，他3点5点就翘起来，你翘不起来，那翘起来怎么办？这叫起伏之兆嘛，就他起来了。所以有的同学说，老师。哦，我以前都没听过呢，所以他你要记住，他教你什么，就告诉你，你除气什么时候可以除，你练你氧气什么时候来氧，你采气什么时候来采，你聚气的时候怎么来聚，你要怎么来练，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啦。我不是说我一天到晚打坐，然后每天都要看光，为什么你要金丹大道？不要胡扯啦，有人都想要练啊，我想要把他身体练好，我想要更上一层，但是你的境界不够。就是你的 know how 不够，你没有那种你的软体不够，你只有硬体硬练，每天要练，每天要实练，你要搞清楚嘞。我现在这个不是跟你在开玩笑哈，所以有的人哦，他听了以后，啊，讲那么啰嗦啊，你这任督二脉这样打这样通就好了，气就来了。我因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因为很多在教这种气功讲法是，你不姓庄，你要装懂，那你要叫装懂了、啊。你如果姓庄的话，你说我是装懂了、啊，你不懂你要装懂。然后你没有把人家你不懂，你练到你境界不够，你要是不要是随便去教人家？我教免费了，免费了，免费你伤到人家的话，你失德了，你失德了。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你不懂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了。你不知就不要说，你是在危害人家呢。好，那为什么他这里讲这个什么卯酉为出入之门？卯酉什么意思？
马有志早上呢五七点跟下午五七点，它是人体的能量，因为精神气血，它有精神气血，精是什么？你要生精，什么时候会生精？啊，你要把那个、要把血液里面的杂浊啊练排掉，你要练气，什么时候练？练神、练精、练气，四个要点都不一样。你要练光，不是每天都可以看，每天一天到晚看到光呢，它有一个时间呢，你乱看的话不行哎。所以它这个精神气血里面就是说，你怎么着重彩练阳，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为什么我们谈到说戌亥是太极，戌亥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所以参同契里面的火纪六百篇，火纪六百篇到参同契，它就为什么它那里就停就不讲了，什么意思？火纪六百篇就是说用八八六十四卦的六十四个卦，两个卦乾坤做鼎炉，乾为鼎，坤为炉，坎离做药物，你的血液跟精液来做药，六十个卦做火候，屯蒙虚送湿。好，然后一年十二个月里面有两个月不用，就是卯酉不用。为什么卯酉不用？你知道为什么卯时跟酉时？卯酉就是卯月跟酉月，就是二月跟八月，每年的二月跟八月这两个月不用。然后十个月刚好每一个月，哦，那每一个月就有六十个卦，早上用屯，下午用蒙，它一个月刚好用六十个卦，十个月刚好有六百个卦，所以叫做火纪六百篇。啊，那你试看看啊，那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可得不可见，就气可得不可见，你没有那种境界，你讲不出来，讲的话你练的话你就走火入魔，就好像现在很多人我要看光嘛，而你的能量不到那里，没法用文字去形容出来，就是你要去体验，然后体验以后你要那种境界，你才有你有办法到那种境界，哎呦那种境界你又不知道怎么讲出来，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啊，讲出来如果我到那种境界，哦，你说我看到什么，还有我知道什么，他会说你神经病，对不对？所以这种你不要以为道家的这种东西哦，你看那个内经图啦、修真图都是从黄庭经出来的，玄牝就是药物，就是黄庭。那这个参同契呢？所以参同跟黄庭，你细里修炼的人，你必定要知道。你不知道的话，我讲不好意思，你不要乱练啦，你不要乱练。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参同契跟黄庭经出来，所以给大家参考哈、哦。那你是几两几两？我就是说。那我在气功班里面，同学有教他打坐的时候，你不是乱呼吸的。这几两几两，就是说我以前是一百个铜钱是叫做一铢了，哦，二十四铢的话就是一两了，两千四百个铜钱。好，哦，那如果你乘以八，乘以六，就是说你那个季节里面你要做几两，你的火候才到。那你要怎么做胎息？怎么做胎息？小胎息，哦，那怎么入山谷？这个就是我们气功里面你练功的你必定要知道的。哦，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到这地方，再慢慢去研究。好，谢谢。Back in California, Tu Jin Sheng, creator of the controversial 99 Power Kung Fu, is ready to perform the most fantastic qigong stunt of his career.Pulling an 8,000-pound P-51 Mustang fighter plane with his penis. 中文是硬脚虾，不是软脚虾。Master Tu's last feat was pulling a pickup truck filled with students, but this Mustang P-51 is nearly twice the weight, all balanced on two smaller wheels instead of four truck tires. Tu must prepare both his body and his mind for such a challenge.He stretches to warm up his muscles and to get his qi flowing. He also takes hits to his body to practice focusing his qi. 你看清楚了，没有作假。For safety, two men brace him for the pull. They do not exert any force on the plane.There it goes. Tu Jin Sheng has pulled an 8,000-pound airplane over 10 feet. His most challenging qigong feat ever. 老师太厉害了！老师太厉害了！Tu Jin She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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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飙风之王，飙风之王。我这个涂老师哦，就是倒霉嘛，因为练了以后出问题都找我嘛。哦，表演我说是表演啊，表演拉飞机我表演啊，世界媒体在采访我表演啊。哦，出了问题以后，哎。调工出了问题，
又不是我教的，跟我什么关系啊？是不是老师太有名了，还是老师太好欺负了？老师太有名了，老师太有名了。啦啦啦啦，刀工之王，雕工之王。走火入魔，阿北下体溃烂，险断根。男性朋友总是在意自己是否拥有大雕，江湖更传说苦练九九神功可让小兄弟变抽用。音调功大师涂金胜更曾创下用纳化而拉动飞机的世界纪录。会练功的朋友要当心了，姿势不对，受伤不医，可能连命根子都保不住。高雄一名60多岁的阿北，常年苦练音调功，但近日解尿时却出现困难，只好求助于医生。阻挡到尿液的排出，造成有一些感染。医师发现阿北的小兄弟长期被拉扯，反复受伤，竟然已经溃烂。坊间有许多人会利用俗称的九九神功，但是常常会因为施力不当而造成说有一些并发症。最后阿北进行了雷射手术，清除掉溃烂组织，才保住命根子。想要追求大雕的朋友，还是先咨询过医师，切莫胡乱练功，最后走火入魔。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那个什么，那个拍那个蚱蜢啊，他到台湾来是来练吊功，我、还上报纸登得很大，但是绑在这里练，绑在阴茎，因为很多人他说这叫单吊啊，吊了以后哦，会加长啊，会变得这么长啊，你搞错了、我注意听，如果你要吊这里的，我建议你不要练了、啊，不要练了、啊，你练下去的话。